2分钟活动即将开始。 可以看到弟兄姐妹聚在一起，我们来庆祝这个圣诞佳节。再来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同台演出做主持人，三堂聚在一起。我们希望每一位今天回家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份爱带回你们的家。是的，在这个圣诞节呢，不只是跑去 shopping mall， 然后呢，去购物。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的回忆，就是我们可以在教堂这边呢，一起的来欢庆这个圣诞节。 主这流转，这高山。
感谢耶稣的降生，给我们留下这么美好的见证和这一个榜样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特别邀请我们，也是我们本堂的儿童班。对他来讲，对你而言可能不怎么样，但是对他来讲，从神的一种身份要成为人，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。是，他为了要成为人，为了要体恤人所要经历，了解人的感受。我大概也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年龄，五岁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。我接触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常常听到牧师、听到教会的一些领袖，会分享圣经的故事。哇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耶稣从神要成为人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他之所以要成为人，是因为他要了解人所经历的感受。所以我觉得耶稣他了解我，从那一天起我知道耶稣他了解我的需要，我的感受，所以耶稣他同样的也了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的感受。圣诞节快乐。